有些海鲜体内有寄生虫，大伙吃的时候要注意了。这个鱼里面全是寄生虫啊，刚才钓起来的。钓起来的鱼全是寄生虫，怎么吃？我操！我操，看到没有？看着头皮发麻，我操！再也不想吃鱼了。我们在买鱼的时候啊，经常会发现鱼尾巴上有这种红颜色的血丝，其实它并不是血丝，我们用剪刀把它剪开，其实里面是一条虫子，寄生虫，真的非常的可怕，所以大家以后买鱼小心。先把它那个撇下来。我的天抓出去，让更多人看到，多一人看到，多一份提醒，转发提醒，感恩感得。福播免费视频群社区，右上角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输入福播，关注福播后进内部群。